好，诶，大家晚上好啊，新年快乐。咁，睇先啦，祝大家就交易顺利啦，今年就搵多啲钱啦，最紧要啊，啲楼啊好贵真系，或者系啲嘢都好贵啦，希望大家就俾心机啦，搵多啲钱啦，今年。身體健康啦，最緊要係啦。咁而家咧講下圖表啊，講下做啲咩單啊，或者講下啲今日有咩睇法，而有咩特別嘢，或者輸咗啲咩單噶嘛，贏嗰啲咩單啫嘛。講下啲啦，講我哋點樣打啲位翻嚟啦，打啲單翻嚟咯。係啦，誒好快咁樣嗱，聲音畫面有冇問題？聲音畫面有冇問題？係啦，如果冇咧就。你可以打個一字啦，打個 hi 咁樣都冇所謂嘅，最緊要俾我知道你係睇到嘅，係啦。有 Sam 啊 ，Kenny， 又係 Kenny， 你好啊 ，Kenny， 係 ，Kenny 你好，冇問題係咪？啊，陳以澤你好，冇問題，咁咧，今日好神奇啊，今日個圖。有時都係咁嘅，有時真係講唔埋嘅。我亦都唔係話真係賺緊自己定乜嘢啦嚇。有時 ，Hello Rayson 你好，擺翻電話上先。唔係賺自己啦，當然，即係或者係甚至係批評自己啦。我而家係講緊，即係我有時啲單咧，或者可以用今日個例子嚟講嘅，就係我睇緊一個位啦，或者係睇緊一個方向啦。咁朝頭早睇緊，譬如一個位置嘅咁樣，或者一個方法嘅一個方向啦咁。咁有時去到夜晚咧，咁啊改變咗呢個方法喎。之後咁晏晝有啲唔同嘅玩法，咁啊做咗啲單啦，咁贏又好輸又好啦。咁點知最後夜晚尾市尾盤咧，原來出翻呢個即係出翻呢個朝頭早講嘅位置，或者出翻朝頭早個睇法。係啦，今日就係咁啦。即係今日又係有啲情況出現啦，咁。我又唔會話不斷即係講啊對啊錯啊咁樣，其實炒嘢真係冇對錯嘅，即係可能大家有翻少少投資經驗或者有少少啲觸覺都理解呢樣嘢啦，冇對錯嘅。記住投資係冇對錯嘅，無論你係新手老手，希望你明白呢樣嘢啦。冇必對必錯，或者唔好 focus 喺對錯咯 ，focus 喺你嗰個策略啱唔啱用，或者啱唔啱你自己玩咯。啊，策略可以係一啲睇法啦。可以是一些部署啦，可以是一些叫做盤感啊，即是你望住张图，你的觸覺、你的感覺，呢些是無價的，亦都不是買到翻嚟嘅，係啦。即係我上堂都不會教到你，你的盤感是咩？係呢啲係你的感覺咯。即係譬如我真係你望住金的圖啦，我哋玩金嘅，我是 Henry 啦，賣下廣告或者介紹下自己啦。我是 Henry 啦，咁我個 Facebook 嗰、那個page ID 就是 VTraderKG 啦，大家記住啦。系啦，咁又冇其他嘅，系啦。咁啊，好多人睇今晚都雖然夜啊。咁即系话，如果你要去玩呢个市场啦，或者玩咩市场都系嘅。你睇住张图或者你睇住个市，你一定会有少少感觉，你一定有少少触觉嘅。如果你冇，唔紧要，因为你系一个新手，因为你系一个新手，你要接受你只一个 beginner 啦。冇人一出世就识噶，即系呢个系老生常谈啦。我成日都讲埋啲老生常谈嘅。因为投资如人生啦，直情系咁啦，因为成件事就系咁啦，投资冇必对必错啦，亦都系人人都系新手开波啦，系啦，即系我想用翻我呢个年纪嘅一啲思考方式同大家讲，希望大家都明白，可能大家都系同辈啦，或者大部分都系同辈啦。我想问画面有冇问题啊？因为我自己个画面好似有少少窒啦，我嗰、那个。即係我有兩個 mon 啦，另一個 mon 好似有啲窒。我想問大家
睇個 mon 有冇問題啊？定係聽聲個 mon 唔喐咁樣？會有啲呢個情況出現呢？如果有嘅，大家可以講聲我知啊。OK 定係畫面 OK 嘛？係啦，即係啱啱 OK 啊！好好好好好，唔該 Candy。係啦，thank you 大家，唔該唔該，係啦。咁即係話，如果你炒一樣嘢或者你玩乜都好啦，你總之係投資或者睇圖表嘅，或者係睇總之係圖表啦、陰陽燭啦。你無論你睇朝頭早定你電視財經台又好，乜都好啦。你望住個圖或者你望住嗰樣嘢，你投資緊嗰樣嘢或者嗰間公司或者嗰個產品，你有冇一個觸覺咧？有冇一個感覺咧？咁你冇係好正常嘅，因為你係一個新手啊嘛。如果你唔係新手，你點都有少少感覺，誒個圖應該係咁行嘅，啲方向應該係咁嘅。而呢樣嘢咧，唔一定每個市場都一樣。譬如金個走法可能同油唔同，油個方法又同 Bitcoin 又唔同，係啦。所以呢個要知道，呢個要知道。咁係啦，今日咧單就做完啦。咁話説朝頭早我有一個方法啦，然後下晝有第二個睇法喎。咁然後其實夜晚係 match 翻我朝頭早嘅睇法咯。咁然後夜晚先再一次執行，先執行到咯。咁今日就想講呢樣嘢，或者講下今日睇法啦，或者講下呢排睇法啦，點解會有呢個趨勢出現啦？嗱，見到其實今日啦，嗱呢個琴日啦，琴日嘅睇法咧已經喺新頻道講咗噶啦，即係呢個 topic 下邊啦，新頻道已經講咗噶啦。咁琴日睇法，你可以喺入邊睇翻啦。咁今日咧就即係峰回路轉少少，你見到由呢度轟落嚟呢度。咁當然我哋賺唔曬啦，我哋喺呢度估啫，喺呢度估啫，呢度啦，呢個位置啦，估咁咪彈啲落嚟，係啦。比特幣都係嘅，比特幣好有趣嘅。雖然我哋話揸啦，但係佢真係扯落去，扯落去再上翻嚟喎，咁冇辦法，吹佢唔漲。但係低位揸嘅，咁我都叫大家 keep 住，你又只可以睇翻。咁同埋你要輕倉咯，比特幣如果你炒嘅話。就是咁，即係輕倉咯。你用金平時嘅十分一，甚至更加少嘅注碼咯。你自己計數計到嘅。如果你唔計咧，你就會知道會波幅比較大咯。即係你睇圖都睇到啦。如果你玩以太坊咧，以太坊啊波動啊細啲，因為佢銀碼細啊嘛。咁呢個就要知道啦。比特幣就係咁樣嘅。咁黃金都係咁上下啦。咁下黃金我就真係～好值得分享一下咁個睇法。咁首先金嗱呢個係琴晚啦，咁琴晚就都係揸貨嘅，黃金係低揸嘅，即係呢啲位揸。其實琴晚唔好阻住個畫面，黃金低揸係琴日喺呢啲位揸貨嘅，呢個係四小時圖啦，或者其實可以開個一小時都得。如果你有睇開圖，或者你有望到，或者你有呢個觸覺咧，其實你唔多唔少都會見到黃金今日或者呢兩日都係出現咗一個上升嘅通道啦，或者叫做一個即係今日未崩塌之前，你會覺得佢係一個 bullish flag 啦，即係一個牛嘅啊，即係上升嘅一個通道啦嚇，叫旗形啦咁樣。咁如果你係咁樣睇咧，可能你會睇到一個咁嘅趨勢啦。或者你可能你今日你都係俾佢 fix 咗嘅一部分啦，或者你都係俾我 fix 咗一部分啦。咁應該我睇下我點樣俾個市場 fix 咗而 fix 咗你啦，係啦。咁唔緊要嘅，打啫嘛，蝕咪打咯，再打咯。咁都係贏翻噶嘛，咁咪贏翻突添，係啦。而家1900，我哋係1937、1938呢位沽嚟嘅，咁樣就咁啦。咁係啦，咁啊睇下啲單係啦，即係。睇下邊單有啲咩睇法啦，咁而家就開始一下。咁話説咧，今日其實睇1945仲有沽嘅，1945仲有沽嘅，因為咧嗱，我係有解釋嘅，唔係就咁講嘅。當然你可能你已經入咗啦，咁但係我都會解釋翻俾你聽。其實我睇法係點啦，因為我唔希望我係嗰啲就咁話揸啊沽啊嗰種啦，我唔係嗰種啦，咁樣。咁首先啦，目標就1935至1939啦，1940幾沽嘅，即係呢度我係諗住沽嚟嘅。即係呢個係今朝嘅一個形態啦，咁樣。然後我睇個目標係呢度啦，我話呢度先開始揸貨啦。我係睇呢個位嘅，我睇呢個位嘅今日。
係睇呢個位置嘅。咁我就話其實最近係金都有個矛盾點嘅，咁一間最尾即係再講下啦。而家講咗我嘅睇法，或者今日有咩睇法，而大家可能可以參考一下，或者我呢一張圖而家畫出嚟呢張圖咧，其實你都值得參考嘅。係啦，即係啲線，點解嗰啲位置會扯落去咧？或者嗰啲位係會有啲明顯嘅位置，呢就係我上堂教你嘅嘢。咁當然上堂再仔細啲啦。咁上堂係1月17日咯。你想認真學咧，咁你一定要上堂，一定要學咯，唔係摸啊摸到嘅。嗱，有啲朋友真係摸到嘅，不過就係我今朝個 post 咯，即係我認為我係影響咗佢 ，inspire 咗佢咯，咁我都非常之開心嘅。自己摸得，但係你係好有心先得。如果唔係，你就學完先再摸。咁話說黃金就支持上升啦，即係基本面支持上升嘅，呢個就係矛盾點啊最近。但係短線有一個調整嘅需要，圖表唔係極強嘅。60同65係一個強嘅阻力，咁樣。咁呢個都係呢排睇緊嘅位啦。咁然後咧就依照圖表上邊分析得出一啲結果，咁就留意翻1小時、4小時呢個係我嘅睇法啦。咁樣1小時、4小時咧，其實都係見，因為高位上邊收嗰啲長上影線嘅，你見到嘅喺圖表上邊，係啦，即係你喺4H 啊，其實都係有啲長上影線啦。咁呢個係我嘅睇法啦，即係呢一個啦，咁樣。或者是個日線啊嗰啲，其實都有啲咁嘅睇法。咁呢個我嘅睇法啦，當時咁樣係啦。然後咧就我認為喺呢個範圍已經有一啲沽盤出現啦，啲亦都係之前一個頂，因為所以咧我係睇淡嘅。今日中午下晝即係tea time 之前啦，我係睇淡嘅咁樣。咁我 if 你要去揸貨，你揸貨1929至97再考慮，呢個係一個我嘅分析啦。可能你覺得好簡單啦，咁如果你覺得好簡單，咁我恭喜你咯。我經常都咁樣講嘅。如果你明白我嘅方法咧，而我嘅方法係咁簡單咧，我真係恭喜你嘅。講真，因為你多數或者你大部分已經明明地我嘅睇法。咁當然，如果你係明嘅話，可能好大機會你係一個有經驗嘅投資者啦，咁都係好事啦，都係經驗嘅投資。咁美元喎，美元個睇法就係91或者90之下繼續沽啦，咁啊睇震盪偏弱啊，唔係暴跌啦嚇，唔係暴跌啦。今日真係跌多咗嘅，不過其實真係冇乜位入啦。如果話為要去到90先入咁樣，係啦，見到美元就衝咗上嚟，因為黃金啊大跌啦，咁其實呢啲就咁明顯嘅情況底下咧係。好有嗰、那個呢、這個叫做咩啊？反向啊？呢個叫咩話啊？背馳啦，係背馳，黐線背馳係啊，背馳啦咁樣。所以其實我係睇90左右沽嘅，即係今日呢啲位完全都冇位沽嘅，完全冇位沽嘅。咁美元係咁啦。咁然後咧，嗱、這、呢個 app 叫 Trading View 啦，你只可以 download 嚟撳下，呢個係免費嘅睇圖，你睇乜都可以睇嘅，睇港股、美股、睇金銀有。比特幣都可以睇嘅，咁就係咁啦。咁我話凌晨就有一個美聯儲公布呢個貨幣政策啦。咁到時又減少交易美元。咁另一個基本面就係有數據啦。今日即係都有啲數據 ADP 啊嗰啲，即係為星期五飛龍做呢個準備啦。係啦，咁樣。咁我認為比較大嘅貨幣政策嘅影響咧，就係即係總統真係上任坐正先會有其他嘅變化，因為新班子啊嘛，新班子呢啲就即係我理解方法就好簡單嘅啫，真好簡單嘅啫。即係可能你睇得多，你都知道我唔係嗰啲刨新聞，不斷喺度講新聞，邊個官又點，邊個官又點嗰啲，我唔係嗰啲，因為你唔會明白我講乜咯。但係圖你可以明白到，因為你畫到出嚟啊嘛。但係啲經濟嘅嘢，你有時你唔係嗰科人，你真係唔會知咯。係啦，咁如果明咧，你可以喺呢條影片嗰度俾個 like 或者俾個表情我咯。你明呢樣嘢，即係你睇新聞或者睇數據，你唔係你睇兩下你就明嘅，或者睇嗰啲官嘅嘢，你唔係好容易明咯。嗱，當然你有心明就好啦，因為你袋落袋噶嘛自己。如果唔係嘅，我覺得你研究下圖表，例如係玩黃金，你研究下圖表咧。絕對是已經對你那個入市是有幫助的了。
咁暫時美元啊下跌啦，黃金啊反彈。嗱，今日咧就係咁啦。今日嗰個卡關嘅位咧就係咁啦。咁我哋喺度其實想玩一張沽啦。其實你而家睇翻轉頭咧，佢唔係冇距離，只不過佢真係基本上冇一個下跌嘅方向啦。之後，咁我反彈，如果你唔重倉嘅話，你風險可以放高啲啦。我話1956啦，即係你放喺呢度啦。我哋本身係睇呢個頂嘅，咁你個止損擺上邊。咁然後如果呢度沽咗，咁大概$10到，你打咗啦呢個$10，係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叫做跟足啦，你今日都贏翻轉頭啦，簡單嚟講。但係我都要同大家講下今日嘅睇法係點，或者我會回顧下我嘅睇法啦。如果你係有心機睇嘅話，見到好多字嘅其實。咁美元就一路弱啦，美元對 yen 都弱啦。如果你睇過我之前啲行情，或者你之前我嘅直播，你都知美元對 yen 係可以做一個標的嘅。如果係一個即係對金強弱咁樣，其實你可以去做一個參考，唔係咪住佢哋炒啊？係講緊一個標的，你可以去參考一下，係啦。咁多謝大家啲心心啦，多謝大家啲 like 啦。咁分享多啲啦，我都係想呢個係我 page 個 ID， 唔好記錯。咁唔重倉，你擺高啲個止蝕，點知真係打個止蝕，然後再嚟一個假突破，再扯翻落去。好快成件事出現得，即係我自己覺得啦，有啲繞嘅，係啦，咁樣。所以咧，我哋係呢度嗰度沽咗張啦，然後呢度再揸咗張，咁樣咧佢係殺咗，殺曬兩張俾佢殺曬，係啦，殺曬。咁低位又支持我，如果真係打止損咧，咁你就回落順勢揸啦。你唯有係咁樣部署嘅，即係如果佢真係咁強，突破回落揸係一個好 basic 嘅概念，即係好多事都係咁噶啦。即係佢都係破頂回落，你再追嘅一定係咁樣去諗嘅。但係你追咗都揾個位追。我哋今日咧就第二張咧就係呢位追啦，即係通道底咯，唔係上邊追啦，咁係通道底去追啦。咁你鬧嗰張啦，即係唔係叫追嘅，都係等嘅啫。咁我哋係六點之後咧，首先啊，六點呢度七點，咁六點前啦，即係呢一支之前啦，佢未崩塌過嚟之前啦，咁諗住佢慢慢回落就再揸貨啦，係啦，唔好客氣 ，Rabbit， 係啦，雖然我應該你應該唔係跟我玩嘅，不過希望你學到嘢啦，呢位朋友 Jan Jan， 係，咁啊，我預計尾盤都是回落渣的，在這個鐘頭這一支大陰燭之前，這個一小時圖黃金現貨金，這個是的回落渣貨為主。那我再 playback 回為什麼我會在這裡看沽了，這裡我大概看回落渣，但 是有時我哪個位置做不是重點，我是那個想法、那個思路，你的腦怎麼想個圖表而做一些策略出來，那個才是重點嘛。咁我就話啦，如果今日其實今日主要做沽，因為朝頭早回落力度太大，係啦呢度 do re mi 早下跌，佢冇延續，係啦冇延續嘅話咧，你一係就睇震盪，歐市破頂咧，你應該係睇回落再揸，只不過佢今日繞啲啫，真係係啦，你諗一諗我講嘅嘢。朝頭早急跌，如果唔延續咧，之後應該睇震盪。你睇翻之前我幾日都係嘅，急跌唔延續就震盪噶啦，就係咁啦。即係唔會有啲好大嘅行情咯。你本身都會咁個樓會咁樣諗咯。咁翻翻去我嘅文字啦，早盤回落力度過大，咁1955附近咧就唔會追揸噶啦。即係我唔會喺度朝頭早喺度追揸啦，或者晨早唔會喺度追揸啦，或者唔會上到嚟繼續追啦。咁我就話，如果你硬啲，或者係呢個時間啦嚇，我嗰陣時講啦，我話等1955破位啦，即係呢度係啦，呢度咯，係啦，咁樣啦，我呢個範圍啦，咁我係睇呢度啦嚇，書本啲就咁樣話啦會，咁我話等1955破位之後就再回落揸貨，咁啊有更加強嘅明確性啦，即係啱啱講嘅嘢啦。破頂，佢扯翻落嚟就係想再上噶啦，只不過
有啲人會俾佢引誘做咗沽貨，正常嘅邏輯係咁嘅，即係你好正常，你會咁樣諗噶嘛。落嚟我追沽或者我自己沽啦，誒、欸、你唔俾我沽喎，你仲破埋我頂喎，咁我係咪諗住回落再上咧？而基本面係 support 嘅，但係張圖又尷尬啲，尷尬少少，張圖又其實唔係話真係即係非常之強住啦，或者我認為。一些揸貨盤，一些大行的揸貨盤不會在這個位置出現，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嗎？即整張圖是這樣，在這個這麼大的位置，在這個位置，這張圖現在跌下來了，這張圖整個圖在這個突破了上去的位置，你正常一個邏輯，它當然是回落支持位再揸啦。 if 你懂得看圖，你正常的邏輯都是這樣看的啦。你看我早幾天，我就是想這件事，我早幾天在這裡1912、1913、1915這位，不過就是現在剛剛就是做沽啦，也都叫大家不要再揸貨啦。那咁我的想法就是這樣咯，即是你的揸貨盤那些大行一定不會在這裡想揸貨的，因為第一這個是個頂啦，這樣。那既然你是在小時圖這樣去鋸我哋啲單嘅，咁我咪再揸咯，再揸貨咯。只不過嗰個位係要等咯，同埋揾個靚啲盈虧比嘅位去等咯。咁我就選擇喺呢個位度做啦，呢位度做啦。咁我就話一先上，所以今日嗰、那個係啦，再講翻少少先咯。黃金凌晨到早盤，今日係比較橫行嘅呢度。是比較橫行的，即已經不是不斷爆又不斷爆的嘛，它之後爆了嘛，那我就試試順勢再做咯，因為它反我們反我的思路而行嘛，那我就轉張，那我轉完張的它就再轉我張，那我就再轉我張，那我就再沽下去咯，是的。那然後啦，同一個睇法就係點解今朝咁樣睇，就係、是、日線上明顯見到1932附近係比較穩健嘅支持位，比較穩健嘅支持位。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呢個位置嗰度可以等有機會啦。即係我意思係呢度，如果有機會去企穩的話咧，我喺度試下揸貨咁樣，試下揸貨。即係以一個正常嘅思路嚟講，我會在這裡揸貨，因為這個日線的一個 support 支持位，那也是行情的目標啦，今早沽的目標啦。你看到今早雖然真的炒了啦，不過這個是目標來的，本身今早目標來的。現在其實超額完成了，已經落了在下面的，即是我的想法是沒錯，但是我今天我們捉的節奏是早了，是的，即是我以為這一下已經是這一下，那我就在這裡延續佢呢個跌勢咯，然後咁佢再上先再落，咁唯有係節奏唔啱咯，係啦，咁就係咁啦。咁你要接受，因為呢個係你嘅分析，你嘅思路嚟嘅，或者你係跟我嘅分析，你要接受呢樣嘢，因為同意你就會去入噶嘛。咁你都要明白咯。咁如果你係有跟嘅，你今日都係贏錢嘅，其實。或者是跟了你都是贏錢的，就不要輸那些去跟，贏那些就不會跟，沒辦法。那覆盤、啊、留意到今日升浪是一個短線上升通道入面作出反彈，就是這個位置，即我都會希望以前學的時候有個人這樣跟我講，可惜沒有。那這位置呢，做一個上升通道變反彈，今天也都看到這件事，就是說這條線是可能 有投資者是關注的，如果你真的要做一個延續這個升浪，或者你搏它再破頂呢，再高一點呢，那你就要看這個位置，就是入的話最穩陣最值得搏，不是必贏，沒有必贏，要追求必贏的可以立刻離開這個直播了，已經咁入市位咧，我哋可能睇呢度啦，因為我睇佢喂再衝上去，好似好勁咁喎。咁呢度啦，大概呢個位置啦，我哋睇呢度揸貨啦。風險咧就呢度咯，幾多啊？40-39，
即係我哋博其實博幾蚊，即係唔係太過分嘅，唔係呢度追呢度守咁樣咯。我哋係即係玩呢個位嘅啫，佢破咗啲底咧就拜拜㗎啦。係啦，亦都希望你去嚴守、堅決守呢個止損啦，亦都去留意呢樣嘢啦。咁呢個係我俾你嘅忠告啦，做好風險管理啦，唔好重手啦，唔好賭命啦，係啦，唔好借錢投資啦。即係好，我講埋啲嘢都幾老土啊！我自己覺得，不過事實呢個社會就係咁啦，即係大道理先係最有道理噶嘛。雖然忠言逆耳，咁黃金回落就繼續睇好啦。黃金回落可以繼續睇好啦。咁趨勢如果明確，即係我嗰陣時睇，呢個似係一個突破再回落嘅一個跡象喎，咁樣。咁然後咧，今日點樣俾佢殺 Q 咗呢張單？咁就係啱啱我睇法咯，揸貨位呢位呢度，呢個通道嘅下半部分揸貨，下邊殺咗啦，咁樣係啦。咁啊，圖啦，我就話，我嘅思路就係咁，呢個係四小時，即係濃縮咗頭先嗰張圖，佢回落緊。我話嘅思路就係呢度扯上去咯，呢度揸上去咯，就係咁啦。咁然後佢即刻崩塌嚟喎，佢崩塌嚟喎。咁當然唔使講啦，你張單會殺咗啦。當然，如果你 set 止蝕嘅話，你乖乖地。咁目標話32-39都到咗啦，其實已經喺呢個8點幾啊，即係呢支係應該係8點啦，係啦，呢一支入邊啦，到咗啦。咁捉唔到一個最好嘅節奏喎，其實個節奏係即係今朝個節奏係啱嘅咁樣，只不過你個防守咧真係擺得。唔夠準啦，即係雖然個判斷係合理嘅，你擺喺呢個位置上邊，咁但係原來真係要擺到通道出邊咯。咁只能説，我想擺59嘅，我一剎諗我59，不過59都要數咯。最後而家睇翻，即係你真係擺到61、62佢先冇事咯。咁你係啦，你自己有冇擺咧？或者你擺咗咧？我唔知道你啦，因為你自己炒噶嘛。咁就係咁咯，嗰、那個睇法。咁話尾盤前減少交易。或者保持快入快出，因為呢個位置我覺得就唔會頂得好耐啦。咁我話如果你唔做單你就可以復盤啦，可以諗一諗。今日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好學習機會。有啲人出咗去啦，已經嗰啲就係啦，唔知係咪眼瞓啦。咁好學習機會啦。咁今日睇淡嘅節奏咧，其實對應翻上邊6點幾，頭先個篇文就講咗啦，已經。咁關注點啊，第一個點啦，升幅節奏就開始減弱啦。咁第二個點就係陰陽燭嘅形態咧，都係睇淡嘅。佢有啲長上影線啦，佢個形態我就唔係睇太好噶啦，已經。咁所以咧，其實今日朝頭早堅決做沽咧，都係合理嘅，只不過做咗少少沽啫，係啦，即係做沽就早啲啦，咁樣或者係叫做低嗰啲啦。不過日線上嗰個諗法就即係佢還是一個位置啦，1950幾都係一個頂嚟嘅。咁啊，呼應翻4/12嘅做法啦，咁的確係一個有一個回落嘅，我哋係等緊呢一下回落嘅，其實呢個禮拜都咁做沽嘅止損位啊，參考翻 H4 嘅再高位再放啦，今日係睇呢個位啦，呢個頂啦，今朝嘅頂再上啦，咁我即使叫我哋褪高啲啊，佢都冇用，佢都係打，咁冇辦法，真係冇辦法，係啊，早知叫你擺高啲啦，不過呢個世界冇早知噶嘛，即係如果下下翻轉頭就早知，然後唔開心啊，冇乜意思嘅，不如就調整下個思路或者學下啲諗法咯，慘乜都係。咁可以視為一個支持位啦，呢、這個位置29啊，即係呢啲底啦，其實有睇圖都識噶啦，即係呢個範圍啦，呢嚿嘢係一個支持位啦，即係呢啲位啦。但我自己咧都係睇淡嘅。好啦，去到10點，呢九點，呢十點，十點入面，十點一開始開個界呢度嘅，見到呢支係一個呢支陰陽燭，放大啲佢再。十點開市價喺呢度嘅1933，我哋10:06嘅時候講啦，我話反彈37-40可以估啦嚇，呢度啦，咁或者1934以下輕倉估啦。咁目標就係下面1912-1915係一個揸嘅機會啦，咁樣。
圖表上都可以見到上行通道咧就穿咗啦，穿咗啦。如果你係有跟我玩開嘅，或者你係有上過堂嘅，你應該知道呢一個位係一個好值得留意嘅位置，係啦，你應該係知道嘅，而你係應該知道咯，係啦，你應該識睇咯，即使你冇入都好，你起碼你會留意，你有呢個 sense， 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去教你嘅一個目標，你就係、是、你有個 sense 咯。係啊，成年前都咁講噶啦，你有 sense 你就好多嘢都會順啲咯。咁做估啦，目標下方1912-1915先係目標，係啦。大家唔好喺度問價啊 ，Brian 俾唔到價你啊，係啦，即係應該你就唔係跟我玩嘅，所以我就俾唔到意見你啦。短炒咯，你如果真的要看一些明顯位咁樣1900嗰啲，你短炒咯，係啦。嗱，咁佢落到嚟1912啦，佢真係崩頭呢個位啦。咁即係起碼你喺呢度沽嘅話，其實你呢啲輸嘅單係 cover 咗，咁落到嚟你真係會賺到呢單咯。即係睇你自己點樣捕捉啦。你真係機械人咁樣捉得曬嘅，咁你其實都係贏錢咯。就是这样，但你明白是更加重要的，即基于我不是 建议你重手玩，所以你明白那个概念远比你赢了一点输了一点是更加重要的。你重手玩另作别论，你重手玩你当玩轮盘那样玩，其实打中就打中咯，因为重手玩的人多数都不肯收钱，不肯走的，当然有一些肯收钱肯走啦，很好啦，是的，赢得漂亮啦，我自己觉得起码我知道我做了什么先咯，起码我明白我自己做了什么先咯，即不理你明明啦，不理你跟了你赢了又好点都好，你明明啦，但是起码我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先。图表上可以见到下破啦，继续讲，然后阴阳烛有回测 retest 啊，上堂讲过了，不适合上堂咯，你自己摸是会明白的，很简单，是的，即你摸完你都要落手炒先咯，你要练习咯，无论你练习乜都好，你练习我俾你嘅$50定系你去揿 demo 又好，系啦。即今朝我个 post 就系想讲，即使你睇完我嘅片，你自己开个 demo 嚟揿啊，我都好开心噶啦。即你系一个进步咯，你系肯去接触市场。如果个世界是不断在印银纸，啲钱不断贬值的话，学投资是一个解决方法，不理你接不接受，这个是一个事实，是的。所以你肯学，你肯去练，我是会答你，跟你谈的，即使你在玩 demo 我都跟你谈的，是的，这样，是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刚才有位朋友Brian问喂揸不揸货这样，你要知道你是看什麼位置，在什麼圖表的什麼位置，你自己要畫張圖出來去看一看。如果你覺得對的，你去入的，那這個就是你的策略，而你的策略你入完，那你試下去堅守它咯，是的，就是這樣。反抽完再做沽機會比較好，剛才就是這樣，10.2，即是預計反抽完再沽機會比較好，即是跟這張圖一樣，反抽再沽個 logic 係咁，雖然我俾你嘅位喺呢度啫，但個 logic 係咁樣，反抽再落嗰陣時係10.3啊，你自己望下張圖，一小時圖嗰陣時10.3個張圖就喺1935嗰度，咁即係話，如果你自己真係有喺呢位度釘下揸下貨咧，你可能執到少少，或者你係冇做啦，呢個係你自己做啦嚇，唔係我冇同你講過咁樣做啦。即之前有講的這個位置是一個支持位，但是你自己有沒有去試下去釘下，我之前講的一個方法可能很多人即有聽到，可以短炒的，可以2-3元2-3元這樣執都可以的，就是這樣了。那是的，所以你如果這位剛剛沽了37、38或者34輕倉去沽，其實你怎麼都執到少少的。那今晚我看應該你看到跟住就跌咗嚟啦，系啦，佢跌咗嚟啦，咁跟住就直插啦，咁我就今晚日线应该收1942之下，方向不变啊，听日继续睇淡，
係咁呢個咧，亦都表達咗咧，其實喺呢啲大節日喺呢啲時間入邊咧，個交易量咧，個市場嗰啲單量係少咗嘅，即係啲交易量。咁變咗，如果你喺呢啲時間嗰度去做單咧，你要留意一樣嘢，個圖啊波動比較大，而且佢 fit 上 fit 落係比較頻繁嘅。所以都係嗰句啦，你玩乜都好，你 set 翻個風險啦，乜事都係啊，唔係淨係金啊，唔好覺得金好危險，雖然金有槓桿。但你是不會輸得的，如果你用一些好的平台你是不會輸得的，就是這樣，你是不會輸得的，但你的利潤是無限的，這個就是，還有可以看圖表，你看圖表是炒到，你看到一些位置，它，譬如它這張圖是這樣走，這樣走，這樣走，它下來，它再撞，再撞就再落，就是這樣，這些很人性化了已經，這些非常人性化了。咁所以如果你自己喺呢個位沽咧，你 send 張圖俾我睇啊，我請你食餐飯你可以，係啦，即係我可能唔見你啦，我俾錢你食餐飯啊，自己出去，係啦，好欣賞你啊，如果你肯試呢位，你自己肯去留意一下，去搏下呢位嘅叻仔叻女，呢啲亦都係上堂教過你嘅，你只有冇去練咧，冇去諗咧，冇嘥咗呢個機會咧，呢個就係另一回事啦。上堂就教技術咯，教你睇圖嘅方法啦，教一啲小工具咯，係啦，可以捉一啲位，而嗰啲方法係我 proof 咗嘅，就係咁啦。即可能你係啦，就係咁啦。同埋咧，我係想做一個抽獎啊，係啦，即係我嘅一個新頻道啊，話咁快1000人啦已經。咁樣做一個抽獎啊！咁如果大家不如喺下面留言啦，你中意 iPad 啦，定係中意呢個 AirPods Pro 啊，定係中意 AirPods Max 啊，定係中意係咯呢啲嘢啦嚇，即係唔好太過分先啦，試下個反應先啦，係啊，試下啲幾千蚊嘅嘢先咯。咁你中意邊一樣嘢咧？譬如即係三個選擇啦，或者係四個選擇啦，或者係三個選擇啦 ，iPad 啊 ，AirPods Pro 啊。AirPod Max 啊，但其實咧，我係主張係俾 iPad 嘅，因為咧 iPad 係可以即係幫你睇圖啦，係一個工具啊，係一個生財工具啦，係啦，一個生財工具，所以係有用嘅。但係其他咧就真係冇乜用，即係你話聽歌咁啊冇乜用啦。你如果你喂你炸住歌你先聽到，咁你攞 earphone 都炸到啦。你睇圖又唔同喎，你電話睇同 iPad 睇係爭好遠嘅，所以明嘅就明啦，信者得救。上年講到而家啦，明嘅就明，信者得救，就咁啦。咁啊，翻翻圖表啦，咁樣再有少少睇法嘅日線應該收1942之下啦，咁而家唔使講啦，一定係啦。即係佢一定係徘徊喺度噶啦，我相信夜晚佢再請翻上嚟咧，咁樣真係妖股嚟啊！話俾你聽，以後唔好再玩，如果咁樣扯上嚟，你休息一個月啦。可惜佢唔係，可惜佢唔係，因為佢應該唔會係咁。係啦，咁佢又跌咁樣跌崩落去啦，咁樣係啦。大家都中意 iPad 啦，應該係嘛？唔會係 AirPods 啊 ，AirPods 冇乜用啊，對你揾錢嚟講，呢個係揾錢頻道嚟啊嘛。大家都係想揾錢嘅，先會 like 嘅，先會即係萬幾個人去即係支持我啦嚇，叫做多謝大家支持啦，亦都係呢個我 patreon 大家要記住啊，係啦，玩黃金咧可以留意一下，係啦，我係 patreon 金啊、油啊、比特幣啊、美元啊都可以留意一下。我的方法咧，一定冇其他即係啲好大好大嘅啲 channel 咁咩噶啦，咁精細啊，咁靚啊，成噶啦。但我的方法係我做到嘅方法咯，而係睇圖表上可以體現出嚟嘅，同埋你都可以做到嘅，係啦。咁就唔係一啲好複雜嘅一啲基本面啊，唔係講一啲什麼數據什麼數據咁樣咯，係啦。我係中意啲套用到而大家套用到嘅，唔係我玩咗幾年先套用到嘅。觸覺可能你要。半年三個月你先更加多啦，咁但係技術嘅嘢咧，其實好死嘅啫，學乜都係啦。咁然後咯，咁我頭先咧將條線本係咁樣畫嘅，
嗰一畫嘅，我睇32啊嘛。咁但其實咧，我之後褪翻高少少，34度啦嚇。呢一條中間呢條線，呢一條綠色呢條線，即係雖然呢一條線冇乜關係啦，咁但係我都同大家講，其實你而家你望到呢啲轉換位咧，頂住穿上踩住踩住，又頂住，然後再回落，咁點解會咁咧？上堂話俾你知啦。點解咁樣圈住呢？係啦，你唔明咧就上堂啦。係啦，直線廣告而家賣一賣。咁啊，課堂係1月17日啦。咁如果你中意啲名牌啊，成日可能只係一個名牌散紙包嘅價錢啦，你就可以上多嘅課堂，學多嘅方法啦。係啦，有噶，有啲金融從業員都嚟上堂噶，唔好以為我唔知啊，真係其實我知嘅。不過啊，費事咁明顯啦，費事你冇面啦。咁另外咧就喐咗一個橫線啦，去1934啦，在呢度啦，咁你見到一個分水嶺，好明顯。咁所以咧，靈活思考，不斷觀察，我都有嘢要修正嘅張圖，我都有嘢要諗嘅。唔係我就咁寫個價俾你嘅，寫個價俾你就唔會打咁多字啦，黐鬼線嘅，好好玩啊，覺得係好玩，但係係啦，即係一個思考嘅過程咯，炒嘢。咁然後我就話啦，1920開始減倉，嗱俾大家睇下，好搞笑。1920開始減倉，嗰陣時11:39，即今日個崩塌咧係有少少驚人嘅，所以其實我喺講嘅時候咧，見到11:39，佢係崩咗去1916嘅已經，由呢一分鐘入面開始，所以講嘅時候其實佢已經崩咗，已經追唔切啦，已經去到39:40已經1916啦，所以又落，我就應該減倉啦，應該減倉啦，咁我喺終於贏翻，辛苦大家啦，今日即係。我覺得早盤朝頭早係搖搖地嘅咁啊，係啦。咁佢搖都唔緊要，佢仲要再即係再諗翻我嘅一個諗法咯，就真係吹漲。咁我就話，其實喺11:41左右咧，你係應該去即係晏少少，你應該係收錢嘅，即係11完啊。嗱，收足喺呢個位啊嘛，19呢個位啊嘛，呢個範圍附近啦嚇。嗰陣時其實咧，佢臨去試呢個底嘅時候咧。佢係錯咗兩樣嘅，係啊，因為啲人喺度平倉啊嘛，你觀察到嘅。如果你有你真係有心睇嘅話，你望下張圖嘅，你睇下啲分鐘圖，依一分鐘圖嘅話，唔係叫你拆一分鐘圖啊，冇黐線啊，係一分鐘圖，你望到其實啲人係喺度平倉嘅，所以個價位喺度扯啦。但係更加靚嘅位喺下邊咯，就係咁啦。咁我就話啦，應該平大部分倉啦，你有一手咧就收80%，就收70%啦。咁即係如果你揸住100蚊賺嘅100蚊嘅，你應該代咗80先，代咗70先，炒乜都係嘅。你見女股神都係咁嘅。如果佢炒到一樣嘢，炒到一個點嘅時候咧，佢會收少少，然後再回翻落嚟上滑梯咁樣，再落再炒其他嘢，係啦，係咁樣做嘅。個諗法係咁嘅，炒嘢應該咁係即我都希望好似女股神咁樣，可以分享一啲你諗到而你理解到嘅嘢出嚟咯。咁目標啊，到達啦，今朝嘅目標。呢、这個即係頭先嘅目標啦，唔係今朝啊，10頭先一個鐘前嘅目標咧到達啦，1912至1915，咁就砰落咗嚟啦，就係咁啦。咁我就話，正如倉位更大目標咧，就係呢個位置，即係1904附近啦，呢、这個位置啦。正如倉位嗰陣時未抽嚟噶，嗰陣時係12前。嗱，正如倉位更大目標就呢度啦。咁所以話佢試呢個位咯，然後頭先就係講呢度啦，頭先呢張圖就講呢度啦。所以咧，我就希望大家明白呢樣嘢咯。你睇圖係點都，你其實你嘅方法係 work 咧，你點都係 work 嘅，你唔使驚嘅，真係唔使驚嘅。你係 work 嘅話，你點都係 work 嘅方法。咁即係落到嚟嘅時候走嘅，咁更好嘅位置咪喺度咯，更大目標呢個位置咯。如果你真的有走到的，譬如你真的1900蚊邊你走了的，咁而你而家差不多啫，你而家都是賺錢的，而家都是賺錢的。其實你孤單落到嚟呢度已經賺嘢噶啦，你落到嚟呢度只係 extra 嘅啫，亦都係剩翻少少單去賺咯。咁我就話啦，有部分投資者喺裂口嗰度止賺，即係呢個位置啦，更有動力咧繼續落去咁樣。另外，係啦。咁我作為一個
一個保姆嘅角色咧，咁我當然係咁啦。咁我指蝕咧，咁就擺可能擺呢位啦咁樣。嗰陣時沽貨嘅指蝕，睇翻先有冇寫咧？其實有冇寫個指蝕喺邊度？係啦，冇添喎。其實雖然佢冇上去，咁但係你個諗法可能就喺呢個通道上邊咯，諗喺上邊咯，呢、這個位置咯，呢條通道上邊咯。譬如係咁啦，或者你係點樣 set 咗個指蝕都好啦。首先係冇數中嘅，起碼。但係而家可以諗翻就係、是、個指蝕咧，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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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指蝕，你就 set 喺呢度咯，set 喺個位置度，有原因嘅，有原因嘅，唔係亂狗咁噏嘅，有原因嘅。你如果呢底你穿咗，或者你係呢位係過咗嘅話咧，咁即係呢條界咯，咁即係大概呢個位置咪指蝕咯。因為我係睇一個即係一個叫做一個小阻力啦嚇。呢、这個位置度咧，應該1920左右啦。所以如果再破翻1924咧，你應該反彈都收錢走噶啦，即係呢度沽落嚟。你剩翻少少倉咧，你如果佢真係射唔到嚟呢度咧，扯翻上去的話咧，你一係呢度走，一係就24走噶啦。我就係咁啦，就是這麼簡單，就係咁好玩噶啦呢樣嘢。而呢啲方法、呢啲邏輯，如果你係諗得咁全面，你有覆盤，你有睇翻我講嘢咧，你炒其他市場係冇問題嘅，因為其他市場比呢個市場行得慢，係啦，行得慢就係咁咯。當然我唔保證你發發聲張張單贏啦，我炒兩張啦，但我都係贏翻，因為我方法係 work 嘅，我諗法係 work 嘅，所以就係咁咯，即係佢係咁繞嘅。咁你唔係冇方法，唔係坐喺度喊噶嘛，係啦，唔係舉手同老師講去蝦我噶嘛，所以市場就係咁噶啦，市場係冇序嘅，即係嗰個序係序章個序啊，次序個序啊，係啦，順序個序啊，唔會有一個規律哦，升完就跌，跌完就升，唔係好似即係唔係好似你睇魚蝦蟹睇輪盤咁嘅，唔係升完就跌，跌完就升嘅，有時係冇序嘅。冇聚得嚟，你又可以去揾啲趨勢出嚟咯。呢、這個就係炒嘢或者做 trade 一個魅力嘅地方啦，係啦。咁就係咁咯。每一樣嘢都有一個魅力嘅地方，咁炒一個魅力就係咁咯。你喺你能力範圍之內捕捉一啲機會，係啦。即係個例子就係、是、或者嗰個諗法就係、是、你喺你能力範圍、你嘅認知入邊捕捉一啲機會，呢、這個就係炒嘢嗰個魅力嗰、那個。原因咯，系啊，或者你个目的咯，系啊，或者你个心态咯，就系咁啦。我睇下讲咩先，估计什么位置抄底啊？哇，呢、這个明天再说比较好啊，真系呢个问题啊，明天请早啊。反而话你真系要短线炒下嘅，即系1900呢位咯，啄下咯，嗱，真系啄啊，或者你听日先玩咯。而家咁樣跌法，咁樣跌法真係不好說咯，真係台灣人好中意講，這個不好說呢，因為唔係下下都一定有個答案嘅，咁但係我嘅睇法就係、是、基本面係啦，佢一開始想講呢樣嘢，基本面係。係阿 Sam 話1904到咗，冇錯到咗，你中意就收錢啦。阿 Sam 係跟我玩嘅，係咪啊？你係咪呢個阿 Sam 啊？係啊，應該係呢個阿 Sam 啊，我冇記錯。係啦，咁你中意就喺呢個位收錢咯，呢位收錢咯。如果唔係嘅，你咪減倉咯。你減到剩翻丁屎咁少咯，咁你都賺啦。而家07喎，你37賺到07喎。咁37賺到07嘅時候，你賺30蚊。今日止損打嗰10幾蚊、20蚊，你都賺10蚊，一張單都賺7800，仲唔夠咩？即使你真係輸咗，我話你平手嘅，起碼你都絕對明白今日嘅事啦。你唔會唔明，或者你完全唔想明咯。你唔想明，你進步唔到，進步唔到。係啦，今日咁好嘅機會去學習呢樣嘢，你都進步唔到。如果你唔想去明，係啦，幫唔到你啦。咁樣當然。同我傾得偈多嗰啲都係想學嘅，想明嘅。有啲朋友2019同我傾到而家嘅，即所以有時玩下冇玩，玩下停下，翻工剩咁樣 keep 住咯。
做人最難就係 keep 住啊嘛 ，keep 住健康 ，keep 住精神 ，keep 住團夥 ，keep 住段關係，全部都 keep 住噶啦，就係咁啦。咁啊，諗一諗大家啲位啊，點樣去做啦？係啦，就係咁啦。大家而家應該有個 trading view 啦。咁你可以攞到張圖出嚟畫，即係我唔講嘢時候，唔代表大家應該離場啦。中意就俾個表情啦。係啦，即係呢個直播就唔使購票入場嘅，咁但係 keep and take 咯，我自己覺得。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啦！再一次祝各位遲入嚟嘅就新年快樂啦，身體健康啦，繼續揾多啲啦，非常之重要啊！如果係即係呢個全世界印銀紙嘅時候，啲錢擺銀行咧就遲咗就冇乜意思咯。即係我未至於講到變廢紙嘅，咁但係冇乜意思咯，冇乜意思咯。咁所以學投資就係一個解決方法啦。咁如果你鍾意炒下嘢嘅，咁黃金係一個好好嘅市場囉，因為佢靈活，你見到買完就可以買，賣完就可以買，升跌都可以買嘅，同埋睇圖係有 sense 嘅，可以係啦。大家鍾意可能玩股票咁樣啦，或者今年股票令到啲人覺得搵錢好容易啦，然後好多九八後02年出世嘅都話自己識投資嘅，我係投資大師咁樣，真係有㗎。我唔係打擊人啊，但係即係你要明白，今年係好多機會啊，好多機會啊，所以你要去學咯。如果人哋00後都可以做，即係都可以分享嘅咁，你可想而知，其實有幾多機會啊？就係咁啦，所以。黃金係炒圖表係比較好咯。如果你要比較嘅話，炒圖表啦，靈活啦，你會識學識睇圖啦。咁我話你炒開一啲圖表，或者你係中意一啲圖表分析嘅，你試下睇張金咯，你試下睇金嘅圖咯。即係呢個唔係廢話嚟嘅。你識睇圖咧，或者你有一個睇圖嘅觸覺咧，基本上你去操金嘅倉咧，唔會太辛苦咯。即使辛苦，你都係知道自己做乜咯。你唔會驚我係大户又殺我啲單啊！就算殺一啲單，你都知佢啲咩位殺你咯。大概係點解會嗰啲位殺你咯？10:18應該呢度啦。咁樣嚇，呢個新頻道啦，咁係啦，新頻道咯。咁睇下啲單啦。係咁，上一個 live 都講咗啦，教大家去釘啦。你唔好出去啊！呢個直播你唔好停啊！如果你即刻出去咧。你又學少嗰啲嘢啦，就係、是、上一個 live 就講過啦。如果譬如你見呢啲頂嗰啲底啦，今日又有一個例子啦。而家講完呢張圖咧，就講下張圖。佢話教佢釘啊，即係上一個直播，佢人哋有睇直播啦嚇，即係名我唔開啦，你有睇直播啦。咁其實佢都係好短線嘅啫，佢賺唔盡噶，你見到賺唔盡噶，佢都係釘啫嘛，釘下釘下，釘完又走，釘完又走咁樣。例如可能佢有啲位，佢系用嗰张图上面嘅位嚟玩嘅，但系佢唔系跟佢方法去玩，可能好啲，可能差啲，但系人哋摸索紧，人哋进步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咁咩点为之啄咧，或者点为之，即系点样会有呢啲机会咧？即系鸡啄米，你知唔知系点啊？即系笃一下又担，笃一下又担啊！就系咁啦。咁啱啱想讲嘅咧，就系一个。睇法啦嚇，1930幾啦，或者係誒冇咁短啊，好難睇嘅，15分鐘噶啦，15分鐘咁啊，哇冇曬線嘅，等等啦，係啦 ，trading view 咧，你可以畫啲線咧，你可以 click 佢，喺咩圖出現啦？喺分鐘圖定係喺咩圖出現啦？譬如半個鐘嘅，你咪拉翻 feasibility 係分鐘圖出現啦，定係？小時圖、周線圖出唔出現呢？咁樣你自己可以 set 嘅。咁我而家因為呢個分享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就 set 翻佢啦。但係然後咧，我就開翻個15分鐘圖嚟睇下。咁釘個意思係咩咧？或者點去睇呢位咧？就好似今日咁啦。本身我哋睇緊
34嘅，唉，都系冇啦。呢個例子就即係唔係好 fit 呢個講法啦。咁但係一個概念嚟嘅，唔係即係啱啱呢個教呢個位小時圖嘅1934。即係如果你要睇嘅話，小時圖1934好睇啲。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短線去啄嘅話咧，咁你可以睇翻。其實我哋嘅即係我嘅方法或者我嘅個睇法咧，今日係又係一個位置嗰度嘅，就係1929咁樣啦嚇，例如係咁啦。亦即係我之前畫過一圖啦，亦即係之前啲底啦，啱啱講過啦。其實前底啊，一啲前底啊，我就啱啱想講點樣去。如果你真係想啄一啲位啊，或者你見到一啲崩塌嚟嘅位啊，你點樣可以短線做一啲單咧？即係短線到點咧？5分鐘就走咯。你可能覺得好荒謬啦，5分鐘可能賺幾千蚊、幾萬蚊、幾百蚊，你可能覺得好荒謬啦。以可能一個翻工嘅一個邏輯嚟講。但是呢，如果你用一個炒嘢嘅 concept 呢，佢就唔同啦。如果崩塌落嚟嘅，佢一定唔係崩塌落第一個大日收皮嘅，佢一定係之後嘅。唔好意思啊，啱啱逐咗少少，係啦，即係停止啦，停止啦，佢唔會即刻喂一彈完呢度即刻扯返上去，唔會嘅。因為通道咁樣嘅話呢，佢一定係搵一啲好明顯嘅一啲頂底呀。Either 係呢個啦，或者係呢度啦，咁我自己會睇呢度啦，所以我會點樣睇1929啊、1932啊，就呢位啦。點解會咁樣睇呢？咁如果你係要啄嗰啲位呢，而你見到崩塌落嚟，或者平時嘅邏輯都係咁㗎啦。如果你見到啲大支持、大阻力，好似呢咁樣，或者呢啲咁樣，即係呢位啦，或者呢啲頂啦 ，whatever 啦，呢啲位啦，你咪拉條線上嚟見到佢頂啦，係啦。如果你真係好得閒嘅，或者你真係坐唔到咁耐嘅，你知道自己好心急嘅，或者你好唔得閒嘅，而機會出現啦，咁你會點做呢？而家我一個例子，咁譬如你見到啲底部啦，啲頂底喺度啦，咁如果真係崩塌你嘅時候，你揾啊揾啊揾，你一定係揾一個比較明顯啲嘅大阻力啦，例如係可能啲4小時圖或者小時圖咁樣啦，呢啲底度。咁然後當個價真係出現嘅時候，你嗰啲位打一張，打完之後，其實你唔使好遠嘅，你3、4、5蚊佢點都打一彈嘅，好似呢度咁樣，你點都打一彈嘅，好似呢度咁樣，你點都打一彈嘅，你見到佢成個鐘喺度徘徊，你話你攞5分鐘喺入邊啄一張單真係好難咩？即係佢落嚟撞下撞下撞下，就係你啄嗰啲機會啊！偏低你又啄下，上去有錢你又收。希望你明白呢個道理啦。例如係咁啦，另一個睇法。我唔係教你話超短線下下都，但係呢啲方法係一啲方法嚟嘅，亦都係某啲人中意用嘅方法。係啦，唔係我做唔到長嘅單，今日做咗長嘅單，因為扯落嚟都扯到噶，而家仲諗緊落嚟添，所以我唔會叫大家揸貨咯。所以頭先咪叫大家唔好揸貨咯，啊呢度，今晚唔做揸，持有沽，係啦，睇翻個時間咯，嗰陣時未落去嘅，嗰陣時徘徊喺就係徘徊喺呢個位啊，就係徘徊喺呢個目標。If 你想揸貨嘅時候，我話俾你知，你唔好揸貨咯，係啦，咁樣，因為我始終都係睇順勢嘅。嗱，而家翻返嗰個啄嗰個位啦，個啄嗰個諗法就係點啦？如果你真係穿咗嘅話，你見到喂呢啲頂咁樣拉條線出嚟啦，所以點啊？1934、1932就係咁解啦，就係呢個位置啦。呢個觸角嚟噶，你唔識唔緊要啊，你練啦，你練完你就識噶啦。咁 OK 啦，咁出現咗，佢破咗啦喎。咁破咗嚟再踩嘅時候，佢點都係踩翻呢扎嘢嘅。佢扎幾深咧？你就自己畫圖再睇下啦。或者你有時冇得捉嘅，真係最深係點？你只可以預計係呢個範圍咯。你冇得捉我最深最 perfect entry 邊個位置最緊要唔得嘅？你見到唔會張張單都可以 perfect entry， 係啦，唔得啦，唔會啦。咁我哋啄唯有係啄呢個範圍咯。呢啲一定係啲 key level 嚟嘅 ，key level 嚟嘅，咁你咪啄呢位咯。哦，真係啄咗上去嘅，你賺幾蚊走咗嘅，你咪走咗咯。咁但係你要接受呢個係你嘅玩法啊嘛。咁你玩法就係揸得唔耐嘅，一定係賺得少，但係賺得少你可以累積。呢度就個分別啦。一定有分別啦，所以話點樣啄呢位，啄呢位，啄呢位，可以係咁咯。有啲人係咁玩噶，今朝 Facebook 個 post 嗰個朋友咪就咁玩咯。佢玩頂帽啫嘛，佢都有玩噶，但起碼佢肯明咯，肯去明咯。即係其他市場未必教你呢樣嘢噶，但係嗰啲 CFD 咁快嘅市場咧，你可以做到呢樣嘢。而你可以打完即刻走，打完即刻走，仲要你可以即刻攞翻啲錢走。
或者你即刻再入多啲錢就快咯，靈活咯，靈活咯。咁另外啦，呢啲都係其他另一啲單啦，另一啲嘅睇法啦，另一啲睇法啦。咁啊，持沽咗啲朋友真係冇打到啦，之後做個轉，呢啲係下晝嚟嘅，係啦。咁有啲朋友就做得幾好啊，做得好過我啊，簡直做得好過我，其實咁樣咯。咁佢揸啦，今年又轉揸啦，不過佢咧就唔係太多空間，你見到其實唔係太多嘅，其實即係賺好少，因為佢基數大，就係咁啦。咁應該再講一講，其實即係基本面咧，同嗰個圖咧係有啲相反噶嘛。即係基本面係釐金嘅，其實應該，但係圖表上咧，佢都要追翻呢一個位咯，追翻呢一個底咯。所以點樣去破完呢一下之後？呢、這個應該係4號啊，唔係喎，應該係1號啊，4號，sorry，4號，唔係1號。4號之後呢，我嘅行情其實都係圍咗呢啲位揸嘅。如果你有睇翻嘅話，喺新頻道入邊，即係都係一啲等嘅概念咯，等啊，等待機會啊，等待機會。咁而家就 cut 翻啲線啦，呢條線就俾翻個即係分鐘圖就唔好睇啦。日線都冇睇啦，個邏輯就係咁啦，落咗嚟啊！而家咁可能你 expect 嘅一個反轉位呢，或者係一個有機會嘅喐動嘅方法呢，可能就係咁啦，一個趨勢啦，可能係咁啦，有機會彈上去啦，再翻嚟啦，嗱彈幾高真係唔知。大家都唔知啦，佢真系，其实佢真系突破咗嘅，始终佢都突破咗之前呢个形态嘅。我哋等咗好耐呢个形态，佢一夜跳空咗，咁样。咁然后就佢突破咗啦，然后我哋喺呢位度做，但其实咧好奇怪嘅。嗱，第一个点我哋系，即系我所以我都系摇摇地咯，可能真系个量啊，市场个量比较少啦，啲即系啲 game 经理都系未开工啦，欧洲嗰啲。咁你见到其实佢穿咗踩住咧。我最近嘅行情都系睇紧32啊、30X 呢啲位先揸货，因为呢个起码系一个位啊嘛。咁呢个位系一个范围啦，起码你见到喺个范围啦，绿色线系啦。再一次直线广告啦，如果你真系见唔到咧，麻烦你上堂学一学。系啊，有朋友问学 day trade 系咪留意住你开 live？ 唔系咧，梗系学梗系上堂学啦。系啊，我嘅方法就系做咗出嚟啦。即使我真系输啊，你都要揾方法追翻去，都要方法追翻去，而中间涉及好多逻辑嘅思考咯。而呢啲你系自己未必明嘅，你当然可以自己谂啦。咁但系系啦，要揾啲方法。听日系点或者后日系点咧，真系好难讲。有即系有两个睇法啦，或者系。即係有啲路徑可以去思考，但係唔好抱住一種話一定係咁噶啦，咁就車落去啦咁樣。即係你車落去啊，你都要揾一個位置咯，或者揾一個原因去俾自己車落去啦咁樣。可能係咁啦嚇。當你開始識睇圖或者你有啲諗法咧，其實你可以開始 predict 下個圖點樣行嘅，而呢樣嘢係必須嘅。即系唔好今年，喂，今年个真系有啲人真系买车买楼啊，个市咁好炒，但系你唔好觉得好容易咯，即系有啲嘢好多要思考嘅，即系可能系咁样，佢咁样行可能会，我嘅一个逻辑系，可能咁样行噶，可能再震多两日先再扯上噶，或者可能飞龙都系好曳再扯上咯，或者可能啊呢个都可以都系一可能一个好有趣嘅一个 predict 啦，即系 prediction 啊。咁你咁樣，可能佢咁扯碎啦。咁然後咧，星期五咧，飛龍咧就先跌後升喎。咁啊，真係扯碎，因為佢咧又點樣跌翻落嚟，或者飛龍真係扯上去，扯落嚟又跌翻上去，嚇，真係唔會估到嘅呢樣嘢。唔係我話俾你知，係唔會估到嘅。你只可以大概估到係先升後跌，先跌後升。呢啲係你可以當投機咯，娛樂性豐富啲咯。
即係超級投機咯。你炒乜都係投機噶啦，嗰、那個博弈嘅心態都係投機噶啦，係啦。但 I G 都講過啦，投機係藝術咯，唔係科學咯。投機係藝術啊，睇住張圖玩係一個藝術嚟噶，你做 trade 係一個藝術。咁嗰個預計嘅邏輯就係咁咯，可能彈上回測，聽日再落，或者直接扯上去，唔肯定，唔肯定。咁希望大家喺呢個直播即係袋有少少留袋啦，咁樣。咁但係咁樣睇咧，即係睇日線點樣收咯。所以而家真係講唔實。雖然佢我真係唔覺得佢會咁樣而家又扯翻上去三十三，係基本上冇乜可能啦已經。佢今日應該都係咁樣去攞下攞下攞下攞，好似平時啲直播咁咯。直播開始嘅時候咧，個價就唔喐噶啦，好似有我啲魔咒咁啊。其實唔係咯，因為個市就已經啲人炒完啦，今日個行情已經行完啦，所以佢唔喐啊，就係咁人性化噶啦。今時最中意睇圖，中意炒嘅，歡迎你上我嘅堂。雖然係 online， 你未必見到我個樣，唔係你見到我真人，但起碼見到我個樣，就教你啲方法啊，睇圖啊，點睇啊咁樣咯。冇嘅，係買兩對波鞋都貴過我嘅課堂啦，已經。所以自己去決定啦，自己諗啦呢啲。成年人就唔講咁多啦呢啲。但係啲心態咧，就真係唔係個個都明嘅。即係睇圖啊，或者唔放棄嘅心態啊，或者係即係去諗啊，不斷去嘗試啊，不斷去培養觸覺咧。其實呢兩樣嘅 Facebook post 咧，就係想帶出呢兩樣嘅嘢，呢兩樣嘅一啲睇法，呢樣睇法。咁啲朋友就問啦，如果subscribe 咗之後咧，咁會有一個group 去加入啦。咁樣其實我嘅 group 咧，我有一啲即係我嘅 tips 啊，或者你所謂嘅 tips 啦，或者啲單啦，呢啲係一啲收費 group 啦。當然，因為呢係我嘅心血結晶，係我嘅技術嚟噶嘛，係啦。而我係梗係俾一啲識欣賞而有心欣賞嘅人啦。如果唔係我放曬出嚟都冇意思噶。而你係唔有心學嘅，你都係純粹當係一個喂。佢話係喎，係喎，哦，係咯咁樣。咁但係你唔會明咯。咁所以真係for一啲認真操作嘅人咯，認真 trade 嘅人咯，認真去諗，唔係半途而廢咯，唔係兩個月哦唔得就拜拜咁樣。我又人哋話乜乜乜好喎，人哋話你邊只妖股好玩喎，咁樣咪衝入去咯咁樣。Too bad， 唔得咯，唔得咯，係啦。所以未上堂，你上堂你咪知道這個市場應該點，同埋我放啲片出嚟嘅呢兩日，咁啲 basics 啊，炒嘢 basics， 咁呢個係我 page， 我就係講一啲黃金嘅 basics 啦，或者係一啲心態、一啲技術啦，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啊，希望大家分享一下，而呢啲係我做到嘅，而我係一個承認止損嘅一個 trader 啦，即係我係接受呢樣嘢嘅。即使我有冇喺度寫哦，現在止損，但係我希望你都會明白，真係要 set 風險嘅，而唔代表做唔到咯，而唔代表做唔到咯，就係咁啦。炒一定要 set 風險嘅，你唔好覺得唔 set 風險，你唔好覺得我啲有咩咩位止蝕啊、止損啊、目標止賺啊呢啲，全部都係廢話，唔係咯。你全部都要睇咯，你全部都要明咯。而真係唔中喎，個市場真係對著幹喎，同我咁冇辦法噶，有乜辦法啫？不要追求百发百中，记住不要做那些傻猪啊，即是看多个 channel 都不要做那些傻猪，希望就是这样了。今天快喎，今天一个钟了，讲了是的。今天分析和策略是的，那你喜欢就 join group， 你不喜欢就自己炒。那如果你是有经验人士呢，如果你有经验人士，你就欢迎你去一个即是你喜欢入这个group 啦，我啊，即係呢當然係 private group 啦。如果你中意入呢啲 group 咧，你可以唔係 group 啊 ，sorry， 你中意入呢啲睇法，你就去Fortune Insight 啦。我有一日即係當日嘅一個睇法，一個睇法，一個 range， 大概係點樣睇咯？但係呢一課咧有經驗嘅人士攞個靈感攞個感覺嘅，係啦。咁同埋大家可以再同我講一講即係抽獎係想抽呢、這個。iPad 啊，定係 iPad 啦，不如啊，唔好諗啦，不如，唔好再問啦。
就是这样。估计什么时候抄底，其实真的剛才答了，這個就 iPad 咯，抄我的 iPad 咯，都跟我玩的朋友先抄咯， give and take 嘛，都不是說我現在抄 就抄啦，不是這樣咯，不是這樣咯，即是我是慶祝這個，我是一千人這樣，然後真的有跟我玩的或者有抄開有心抄的，那我就即支持一下你們這樣。那我是抽獎啦，還有呢有些玩法的會公布的，一些那個看法上就是這樣了，那都是啦，那昨天都是這樣啦，你自己可以看我的行程啦，那我都是說了紀律執行紀律執行，即是你炒什麼都是的，現在說一些投資心態都是，即是我最喜歡說一些，即是投資心態就是，如果你炒任何事都是啦，即是我說一下那些即是 Tesla 那些啦，一樣的，那我當然我自己都有玩啦，但我現在不是想說我賺了多少錢或者多厲害或者說價位啦，我沒有這個資格啦，大把人 說股票厲害過啦，即是說如果譬如有些股票或者有些成的市場那些價格那些金價這樣，如果你去到一個位置哦，你是覺得應該收錢的，或者你是覺得差不多了，你不需要猶豫咯，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你收少少，你收少少，這個跟女股神的想法差不多嘛，其實一樣嘛，減倉的概念就是這樣，減倉的概念就是只賺袋錢落袋咯，袋錢落袋咯，是啦，就是這樣。所以有一張單你要收八成呢，收兩成就是收錢咯，你看到現在不動的了，你坐在那裡做什麼，你不等它抽回水才走嗎？所以這個跟釘那個概念是一樣的，釘就是肯收錢的一個體現咯，真的喎。你可能試過一隻股票升了一倍，10元變20元，然後落到來18元，你不知道走不走，17元你不知道走不走，那你就收少少咯，炒乜都系嘅，我而家唔系教你炒股票，我系教你交易心态咯。因为我对得太多人啦，我对得太多，即系一啲叫做新手少少嘅朋友啦。我亦都系一个投资者，所以我绝对明白呢一样嘢。咁所以呢啲心态系要有咯，到一个范围应该收钱嘅，咪收咯。我你一系就接受。一是到風險，一是到目標，而這個部署是經過你的分析的，你亂炒就另作別論，不需要分析了，已經如果你有分析的話，這個就是一個即是體驗，這個是一個知識上的體驗，就是你的認知以下認知以內的一個分析咯，或者是一個部署咯，咁呢個都想大家去明白嘅，即係知道其實就唔好，等我放低自己先，即係唔好覺得自己點咯，唔好覺得自己玩得唔好啊，或者係玩得好差咁樣咯。其實你做咩單，或者你今年賺咗幾多錢，當然個市好旺啦，但係個市同金而家都係個基本面同個市場係相反嘅，咁你咪要心裏有底，你咪知道呢樣嘢咯，即係。未必你長揸是沒什麼好處的，可能現在開始長揸的位置沒什麼好處，你不知道，但你要想一下這些東西，簡單來說就是你要想東西，你要想是的，所以想的過程你會自己吸收了很多很多的技術咯，一樣而已，跟你 做生意一樣而已，又說做生意你的想法是一樣的，你在你由 A 到 B， 你生意由失敗到成功的時候，中間其實你是接觸很多東西的，即是你不是只是哦賺錢交税這樣支持賺錢啊成啊出糧這樣，不是就是這樣，中間學到很多東西的嘛，所以炒的過程都是一樣的，我自己覺得是的，即是炒的過程都是你都學到很多東西的，如果你覺得你在你的市場裡面學不到任何東西，或者你是未學到東西，其實可能你是沒有思考過你在賭錢，
起碼我是一個投資者，我明白這件事，我希望大家都明白，想多一點，想多一點，想完再想咯。我之前講過的，即是早六條七條直播啦，我想有些直播呢下面寫了幾多分鐘啊，咩啊，又心態啊，又生意經那些，那些好像十月中嚟嘅，好似係啦，真係噶，你望住張圖咯，睇咯，而家都喺度睇咯，睇翻轉頭咯，又睇下小時圖咯，睇咯，眼瞓啊，睇多陣咯。點解叫你唔好揸貨咧？睇咯。點解啲線會擺喺度咧？睇咯。畫咯，諗咯，有咩捷徑咧？冇捷徑啊，冇捷徑啊，即係唔好覺得我 page 好似好夢幻咧，其實好多付出喺後邊嘅。因為嘢係可以練出嚟嘅，啲技術可以操出嚟嘅，就係咁啦，就係咁樣啦。喂，咁錯就係 lock in 唔係喎，係啦，就係咁啦。呢樣嘢係好需要去諗嘅。咁同埋 training wheel 咧，你可以 set 啲鐘仔嘅，即係我真係唔記得呢個，我唔記得唔收錢得唔得？但你自己可以試下，有個鬧鐘仔嘅。如果喺電話 app 咧，就喺最低你掃去側邊咧，你見到噶啦，有個鬧鐘仔，有個價，你可以 set 價嘅。我譬如幾多口價 crossing 咁樣掂到邊口價，你睇到 set 邊個價咁樣。咁然後咧就會佢到就會叮你嘅，就會推 message 俾你噶啦，就會喺個 app 嗰度推送個信息俾你噶啦。咁樣你可以 set 埋個聲添。如果電腦好煩嘅，喺度叮叮叮叮，我試過 set 一隻股票咧，佢一到咧係咪有叮叮叮叮叮一分鐘叮幾次嘅？咁你主要熄咗聲佢咯，或者你揀個冇咁煩嘅聲咯，或者可以試下佢就咁提你一次，或者不斷提你咁樣，係啦。咁呢啲係一啲工具咯。呢啲係一啲工具啦，咁當然上堂咪教呢啲工具啦，呢啲自己摸一摸到啦，但係唔係呢啲咯，係一啲有用嘅工具，而入邊有一啲理論嘅。咁所以未入嚟嘅朋友咧，咁我就係做呢、這個即係金啊、油啊、比特幣啊、美元嘅一個分析咯。咁有一個睇法就會分享下俾大家咯，中間涉及好多理論啦，或者一啲邏輯啦，唔好覺得五分鐘你就明白了，不要覺得五分鐘就明白了，是了，希望大家明白了，如果明白了喜歡就給個 like， 給個什麼都好，給個心心都好，給個表情都好，是都是一個，這個都是一個交流的，我不敢說我教你東西，但是這個是一個交流，這個是一個分享，分享，所以如果少啲人睇，咪即係做少啲咯。咁但係呢排見到都六七十個人睇喎。即係如果以前讀書有兩班人坐喺度嘅，咁都幾好嘅。所以就我會繼續開嘅。如果直播就係啦。所以咧，今日就講咗個圖比較繞嘅位啦。我認為即係唔係話咩？你賴張圖咁樣。不要講呢啲咁幼稚嘅嘢啦，真係。如果你真係有心入面就諗過嘅話，唔好講啲咁小朋友嘅嘢啦，冇乜意思嘅呢啲就係啦。所以咧就要接受呢個風險，兩張，一張就打咗啦，第二張我睇法就係佢係一個假穿咯，假穿然後落嚟咁，我哋就順勢再做沽啦，咁就賺翻轉頭。你主要覺得刺激，或者主要覺得不好玩，主要覺得好玩，咁呢個都係一個過程咯。你都係要明白嘅，你都要明白嘅。係啦，多謝阿 Y 諾啦，咁支持我嘅直播。係啦，咁係咯，做直播就係分享一下啦，唔使購票嘅。咁第日有機會喺第啲平台試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都可以嘅。咁如果第日疫情冇咁誇張，當然會搞翻實體堂啦。咁而家就 online 咯，一樣嘅。不過只要你有心，有乜分別啫？
有乜分別啊？你 work from home 同埋你喺公司翻工其實差唔多啫嘛。你 hea 底就 hea 底噶啦，你勤力就勤力噶啦，冇分別嘅。係啊，只不過可能你個人未夠餓啫，你未夠窮，你唔知原來即係真係揾錢係要學咯，係要揾多份錢咯。即係可能真係仲未明呢樣嘢啦，好多人。Fast and Furious 係啦，今日就係 Fast and Furious。希望大家點都捉到啲啦，即係你呢度捉到啲，我呢度捉到啲，當然係咁啦。最希望我唔會希望你輸噶，點會希望你輸咧？你輸你唔繼續玩有咩意思咧？或者你唔明嘅咁，我分享嚟做乜咧？即係譬如我答完你，我答完有啲人係咁，我答咗幾個月同佢傾幾個月，到頭來佢話我唔識玩咯，我都唔係好明，冇辦法，所以即係呢啲就係咁啦。起碼我分享到嘅嘢出嚟咧，咁有啲人係。欣賞呢，我就即係滿足㗎喇，已經就好似農夫嗰首歌咁啊，唔記得邊首啊，講未來嗰首啊，係咪講就係講細個嗰首，即係《詩君》入面有個獨白，就係話人覺得我勤力，我已經好開心了，唔知咩啦，呢個意思啦，佢係佢話如果人覺得我勤力，我已經好滿足噶啦。所以有啲人佢做一樣嘢，佢唔一定係為一個即係錢或者為一個乜嘢咯。咁可能可以 provide 一啲 value 嘅一啲心態、一啲分享嘅，咁都係個分享啫。所以如果你身邊有啲人真係唔係好識睇陰陽燭嘅，咁你咪叫佢睇下我嘅直播咯，或者你自己去同佢分享一下咯。如果你係玩緊，你識玩，你識睇嘅，或者你有啲諗法嘅。咁除咗係有型之外，除咗係叻仔叻女之外，另都係你都係一個能力去分享啊嘛，係咪？就係咁啦，就係咁啦。所以全職 trade 呢樣嘢唔係個個都有能力去做咯，但人哋做到就唔好否定人哋咯，係啦，因為人哋可能背後付出咗好多嘢。去做到一啲其實你自己都可能做到嘅嘢，只不過可能你未冇開始做嘅，就有啲嘢我都唔識嘅，好多嘢都我都唔識嘅。37個朋友睇緊，坐啲先，唔好咁頹。堅持飲水，坐直。哎呀，退啲先。就咁啦，希望大家明呢樣嘢啦，明呢樣嘢好緊要啦，返老還童，唔係呀，唔係返老還童呀，嗰首歌叫咩呀，嗰首歌叫咩呢，農夫嗰首歌呀，先唔係返老還童呀，同埋呢即係係咪呢，我真的不肯定，不記得了我的歌名，聽聽先，欸，是啊，返還童，聰明，沒錯，是啦，所以就是這樣，即是有時你都要 motivate 一下自己的嘛，即是雖然很灰啦，這個社會很灰啦，這個不用多說了，已經即是整個世界都很灰了，其實咁你唔做啲嘢嘅，你唔为自己做啲嘢嘅，咁你咪日坐喺度咩？日坐喺度嗌穷咩？日喺度嗌冇机会咩？我够想廿年前有钱买层楼啦，咁唔系啊嘛？有啲嘢系嗰个时间做到啊，嗰个时间做到噶嘛？即系我都想乘住呢个香港蓬勃嘅时间弹起，咁呢个唔系一个。即是现在做到的事，所以就不是咯，不可以咯，返老还童，真的不肯定，是不是龙，
唔係啊，等先，我先聽下先，係咪咧？唔係，等先啊。即係希望大家明白你明呢樣嘢咯，頭先明頭先講嘢咯。即係你見到個世界好灰啦，但個市好旺啦，呢啲係好荒謬嘅事嚟噶。咁如果你喺一個咁荒謬嘅時間入邊醒到明白呢樣嘢，而去做少少嘢咧，咁呢個咪一個方法咯，呢個咪一個出路咯。大家都揾緊出路嘅，大家都揾緊個方向嘅，所以就係咁樣啦。即係今日想帶出嘅信息就係咁啦。雖然止損佢打咗，但係炒係咁噶啦，咁冇辦法噶，有時係會打咗噶。咁咪再做咯，即係睇個新頻道入邊啲圖都係噶，輸咗咪再打咯，咪再做咯，咁咪點啊？即係你諗住我一世炒嘢200張單，我一張都唔輸噶咁樣。如果你係賭神呢，如果你真係真係賭神咩？唔會啦，係嘛？冇可能噶嘛！你係賭神，因為你出千咯。今次冇出千噶嘛？今次只有實力，冇出千噶嘛？所以就想講呢樣嘢咧，今日咁，所以有一夜咧就唔講得咁 heavy 啦。希望大家明白這件事啦，或者今天的直播可以去分享一下，或者去思考一下啦，是的，即是圖啊，其實很多人學到啊，今天剛剛有少分心，想找一找，是的，不過自動是找不到的，看不到，等下再找。所以咁樣圖學到好多嘢，睇圖畫圖學到好多嘢嘅，唔好覺得你話升你話跌咁樣就哦算咯咁樣，唔係咁嘅。希望呢個係頻道係學習，學習。Excuse me 係啦，所以咧你係要諗嘅，你係要思考，不斷不斷思考，不斷諗不斷諗嘅。炒乜都係。再重複炒乜都係一定要思考嘅，你唔思考唔諗下咧，你一定唔會明嘅。即係好多時啊，你玩香港人好中意炒啲市場，都係人買你賣噶啦。但人買你賣之後，你背後有幾多温習練習了解，你就係成唔成功，你就係威唔威個咯。你練得多，你咪威咯。係啦，即係自己諗啊，講緊唔係上個財經台喺度。自嗨搞劇嗰啲諗咯，嗰啲冇乜用喎，真係冇乜用喎，冇乜意思喎。啊，偉大航道啊，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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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啊 Kenny， 偉大航道啊，冇錯，農夫啊，偉大航道啊，應該係呢首歌。唔緊要啦，邊首歌都唔重要啊，定係真係唔記得邊首歌喎？啱講啲，真係唔記得邊首歌喎。算啦，大家無謂追究呢一樣嘢，係啦。總之係即係簡單啲嚟講，音樂頭先講音樂，做一個例子就係、是、你熱血少少啦，諗嘢熱血啲啦，提起精神啦，冇咁頹啦。我之前開始講啲心態，講啲即係十二月頭嗰陣時啦，講啲生意經呢啲諗法呢啲頭腦嘅時候咧，即係有啲以前炒開嘅人就話：，而家睇完你嘅直播嘅人都精神少少，即係諗嘢都正面啲啦咁樣。咁咪好咯，咁我咪繼續講咯。即係有時講啲咁正面或者你覺得好老土嘅嘢，其實呢啲都係一啲
明嘅就明咯，信者得救，真系嘅。即系以前2019年或者系今年年中讲嘅一啲嘢系一样嘅，你明嘅就明啦，信者得救咯，系啦，信者得救咯，即系银行印银纸嘅，即系如果啲市啲图冧落嚟嘅，你识唔识去闹咧？识唔识去买咧？即系咁样咯。你识唔识去买咧？识唔识去睇咧？或者识唔识去揾机会咧？你有冇一个架撑去入咧？咁样系人都知印银纸啦，你唔系净系识喺人哋面前我系印银纸啊咁样完，你都知道喂，原来印银纸会导致咩问题？譬如金会点行，美元会点行，或者美元啲图边啲位置值得睇？你起码你都知道，你明呢样嘢，咁你真系除咗有型之外，你系赚到钱啊嘛？系咪？你除了識這件事之外，你賺到錢嘛，或者可以找些位置釘一下嘛，是的。所以就明咯，要明咯，是的。就是這個市，譬如做口罩的人，識做口罩又賺一筆，識做些什麼又賺一筆，是的。一樣咯，相信可能性咯。嗰、那個 live 都講過，12月中嗰、那個相信可能性咯。咁誒，中意聽心靈雞湯嘅，咁而家都仲留喺度啦。大家都多謝大家支持咯，或者係即係大家互相去激勵下大家，或者激勵下你自己啦嚇。即係香港人比較內斂啦，唔中意喺度講嘢或者喺度分享啦。但係即係我以前即係叫做。屋企都 support 到我去讀書啦嚇，外國唔係吹水啦嚇。即係之前有啲朋友都真係喂，我讀邊間學校啊？咩都知道讀邊學校啦，以前咁樣係啦。咁有啲人喺度話呢學校唔好啊，成日咁樣喺度即係批評我啦咁樣，但係唔好講呢啲咁幼稚嘅嘢啦。我哋講下，不如講下帶俾你什麼價值啦？讀書或者點樣？即係啲。外國人呢，我是真的覺得外國人是比較好奇的，對啲嘢你唔好理佢叻唔叻先，但係因為佢好奇，佢好奇咯，佢肯去了解，肯去明咯，同埋冇咁多 hating 咯，冇咁多憎惡咯，即係當然一定有啦，咁但係唔會有咁多，或者佢願意明你嘅嘢先咯，係啊，咁就係咁咯。所以有火，啱啱 Candy 講得好好，有火就會明，有火就唔會停，調轉咯，冇火唔會明，冇火就會停，一樣一樣。所以有時咧，喂個人頹頹地咁樣聽下啲 hip hop， 幾好噶，幾好噶 ，hip hop 都係咁噶，嗰、那個概念都係咁啫嘛 ，work grind hustle， 全部都係。熬出嚟嘅，熬出嚟嘅，唔系一朝一夕嘅，熬出嚟嘅，即系呢个态度系咁咯。你觉得做唔到，做咯，人哋睇死你 ，fuck it， 照做咯。屋企人睇死你，做咯，做到为止咯。成搭家用车喺块面度咯，就系咁啦。做咯，做出嚟咯。敢唔敢啫嘛？你睇下你做咯，唔好理咯，系一样啫嘛，真系喎，真系喎，做啊！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嘢做紧，你好灰嘅，我希望我系启发到你，你唔好放弃咯，唔好因为人哋讲你两句嘢或者点样你就放弃啊，或者点样咯，唔需要咯。你可以推開那些廢物，但是你不要放棄自己，是的。即這個是，即是我認為是一個企業家精神的東西，即這個是一個想法，可能做生意或者你在 build up 一些東西，或者你在炒東西，你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熬出來的，
因為我中學已經知道有啲阿 Sir 其實佢係唔使翻工嘅，佢純粹過日神嘅就去教書係。即係啲 econ 阿 Sir 好多都係咁嘅，其實你唔知嘅，佢成日識炒嘢嘅，只係佢翻工有啲細藝嘅，就係咁啫嘛。一翻工時間規律咯，夜晚好多時間咯，咁點啊？炒嘢咯，睇圖咯，眼都唔眨啊！真係噶，眼都唔 X 眨噶，真係，真係噶，睇咯，就係咁啦。呢啲係一啲諗法啦，所以嗰張圖真係唔喐嘅。點啊？推子選咯，一係收錢咯，諗咯 ，plan 咯，不斷去思考咯，一樣啫嘛，一樣啫嘛。因為你學得多頭，你炒嘢，你用得多個腦諗嘢咧，你諗有時諗啲嘢係你係會聰明咗，你係會決斷咗嘅。呢啲真係炒得多先明咯，你唔明，你唔係就覺得我講緊廢話。的確係嘅，你分析得多嘢，你個腦嘅分析力，你諗嘢個都會闊啲咯，都會闊啲咯。無論你係諗你嘅生意啊，定係諗你嘅陰陽足啦，你分析力都會提高咯。都是會進步，是的，所以 Hip Hop 魂是很重要的，在你的就是年輕時的進步的話，而你喜歡或者你是有聽過 Hip Hop， 我都建議你繼續聽下去，很多就像香港啊 Future 啊那些，哇好鬼正啊，這個是的，很多其實即是不是話人哋勁唔勁大唔大啦嚇 ，Future 啊 ，KVT 啊，哇嗰啲好好正嗰啲，佢哋啲歌，自己聽下咯，係非常之正。所以呢啲係一啲即係入咗腦嘅，自己去諗嘅呢啲諗法啊，呢啲你可以覺得係態度啦。即係你唔係炒嘢嘅，或者你第一次睇嘅直播，你咪覺得我講嘢好直接咯。可能你覺得唔係好明咯，唔知我講乜咯。但係你會明嘅，如果你係自己係努力緊一啲嘢嘅話，咁我哋作為一個炒家兼職全職，你就係提供一樣嘢俾自己去揾錢啊嘛。入邊涉及嘅一啲知識技術就係你嘅資產咯。呢、這個過程入邊代到嘅嘢唔係你話賺咗100萬咁樣。是你入面的知識呢個過程你做到的嘢囉，你學到的嘢囉，好像今天咁啫嘛，我唔一定係賺㗎，但係我今天學到好多嘢囉，我相信大家都有心嘅都學到好多嘢囉，係啦，就係咁啦。怎樣加入的士群，就呢啲就聽日先講啦，係啦，啲晏啲先覆你，因為好似你瞓咗覺啦，而家覆你嘅話就是这样。还有第二天可能我会在即小群都做一些多些分享，即是如果有些朋友想听多些这样，即是有时不过直播都听到很多东西的，所以有时我分享一个直播，希望你之后早可能会你搭车或者有什么时间你喜欢你就听一下就去想一下咯。是啦，朝頭早有時就搭車呆呆地的嘛，我都翻過工啦，呆呆地的嘛個人，咁咪思考一下一啲嘢都係好嘅。咁所以咧都想即係發放一啲正能量或者一啲心態啦，去俾大家知道呢啲嘢。咁對你炒嘢或者你嗰個做事嘅積極性咧，我覺得都有啲進步嘅，唔多唔少。即係你自己會進步啊，唔係講我有幾好幫咗你啊。我意思係你會推動到你自己去進步啊。咁樣咯，係啦。所以今日就差唔多啦。咁遲入嚟嘅朋友咧，就祝你新年快樂啦，祝你交易順利啦。雖然我覺得呢個禮拜嗰啲圖好怪啊，好奇怪呢個禮拜啲圖，少少唔知點咁啊，定係放假放到個人呆呆地啊，
地放到啲人內內地嘅，所以就未有好大好大嘅一啲諗法啦。咁睇下個圖點啦，投資同人生一樣咯，見步行步嘅啫。所以就一樣冇捷徑，自己去諗，去了解一樣嘢。咁今日咧就差唔多啦，咁大家就新年快樂，係啦，身體健康，祝大家。咁冇乜特別，係咁多啦今日。有緣課堂見，有緣就第日實體課堂再見啦，或者直播再見啦，都唔係好耐啫，相信係啦。咁啊，今日非常之值得講啊個圖，咁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啦，打咗止損又賺翻轉頭，好多嘢學到，好多睇圖嘅一啲邏輯可以睇到嘅。係啦，可能覺得我啲字好簡單，你再睇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你就會明我講咩。你唔明嘅，你真係玩緊嘅，你咪問咯。就你玩緊，好歡迎你問我噶。但係唔係話我而家玩緊啊？咩價入好啊？咁啊，係啊，我唔係嗰啲散貨群啊，我唔會同你講，我入完之後就點啦咁樣，入咗幾多手啊咁樣，話俾我聽咧咁樣，唔係咁嘅。係啦，咁係啦，衝一份 ，why not？ 係啦，大家 good night 啦 ，good night 啦，咁繼續努力啦，揾啲方向，揾啲機會，然後就淡定紀律地執行你自己嘅策略，唔好重手玩，就係咁啦。咁一齊共享時間，感謝人生，下次再見啦，我哋拜拜。